怎么觉得今天为什么这么哎，hello 呀，哇，你好快哦，我还刚才还在自言自语呢，等下有个信息，我在自言自语，为什么今天有一丢丢的憔悴？晚上好呀，这个特效，这个进来的特效。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但是呢，还是不要消失了，毕竟这样你们进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见你们了，然后这样你们就不可以不讲话了。我来放放歌吧，好吗？我来放放歌，我来找找歌。我今天老觉得自己哪里奇奇怪怪的，说实话，老是觉得自己哪里奇奇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啊，是吗？我今天，我觉得每天我的刘海都很乱，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好了，来放歌。哎，我还没有看今天自己那个视频，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珍妮，我在就是。搂他的时候，他在憋笑，然后我自己也憋不住了，然后我自己也在笑。但是为什么我的脏辫，说实话，为什么他看不见呢？你们能看见吗？这是一根，然后这是两根，这是三根。他这个编的这个，他编的这个吧，这张老师太差了，他的这个完全就是不显色，就是完全不显色。还不如我自己的呢，我现在戴我自己的，真气死了。现在戴我自己，不是，它其实已经两根别在一起，可能是被自己的头发给弄到了，就是被自己的头发挡住了，对，就是被自己的那个头发给就穿在一起，然后就弄没了。这个特效真的吗？这个特效很难不注意到你们，但是你们为什么进来了不说话？你们这个 top 七的进来了为什么不说话？今天那个，啊，什么狮子？什么狮子？今天那个。是啊，很难不注意到。哦，御三家，为什么那个神七的不说话？很严谨。今天那个谁还提醒我，就是那个神七还提醒我，让我去那个。让我去那个拍照，跟我的那个牌拍照。然后呢，然后我刚才想讲什么？然后我刚才想这个特效真的很难不注意到。你在拼乐高，我说实话，拼乐高的时候，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我拼乐高的时候，小的我就一点都不，小的一点都不觉得很，小的不觉得很就是很累，但是那种很多的，我就不太行了啊！真的吗？是吗？说实话，自己没有看惯自己脏辫的样子。小的乐高其实我拼的话不是特别，就不是特别的累。但是要是多的话，我就啊，眼睛很花，就真的很花，说实话很花。你是怎么想不开了要拼乐高？然后，哦，原来如此，就是我知道了，你就是，
就是因为太闲了，所以说你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对吧？是吧？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也是给自己找事情做，你们知道吗？就是该怎么说呢？该怎么说呢？就是，哎，我刚才讲什么来着？等一下，哦，刚等一下，等一下，我刚才想到什么话？哦，给自己找事情做，我给自己找什么事情做来着？哦，对，我想起来了，我今天要给自己找事情做，然后我就在那儿弄微博。不是，我就在那儿弄微博，然后我给自己实名认证了，你们知道吗？就他一个身份证，他只能认证一下，所以说就很难搞。现在就是我在给自己找工作做，就是我自己的微博自己实名认证了，然后可能就是我该怎么注销呢？没拿到呢，就是因为没有拿到主持人呢，就是因为他那个，我不知道微博认证怎么办，但现在我好像没有办法哎，好像真的没有办法。这跟客服讲能给我注销吗？谢谢加一的耳坠。看吧，虽然重名了，但是还是加一顺口一点。说实话，叫你加一有点奇奇怪怪的。谢谢我是隔壁吗的巧克力，是吗？我是自己，哎呀，自己作死。因为我看他们那个超话里面有那种就是什么，还有那种不同的板块儿，我在想的是如果，啊，是吗？好，那我去找一下客服取消，等下了直播的，然后找客服取消一下。这个事情吧，还是很重要的。这叫什么？不作死就不会死。这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就是给自己找事情做，因为我看他们那个超话都有那种板块，然后我就想的是，如果我要是那个什么。就如果我要是弄好了，然后呢，我就可以给自己弄那种，就是不同的板块。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在后面加一个富婆？是吧？我好不容易才那个，才到几级来着？才到5级。我自己的超话是6级还是什么？谁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生什么气了？他生什么气了？你们怎么天天都在生气？来，现在我来提问，你们在我超话里面几级了？哦，是吗？可以取消吗？可以取消就好，可以取消就好。哼，1级，怎么才一级呢？哇，7级了，哇，8级了，好厉害。哼，0级的出去，快点，现在，立刻。什么？我对他很冷漠？没有啊。没有啊，我还听到他跟我讲了那个什么，谢谢羽化成的鸟和耳坠，什么？我还听他的，我还去那个易拉宝那边跟我的牌牌拍照了呢，我哪里对他冷漠了？我说呢，他怎么进来了？他怎么进来都不说话？他闹小脾气是不是？他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现在在吗？快点，现在立刻马上说话。现在立刻马上说话。
玻璃心了是不是？给你那个 CP 名字真的没有起出来，真的是玻璃心，是吗？是，所以说真的是玻璃心了是吗？生气，我才生气了呢，我生气了，友友们。好，他现在。啊，真的吗？只要关注了就是二级。谢谢小鱼儿的香水。哦，他不在是吗？哦，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好，他现在不在，他以后可能都不会出现了，是吗？他以后不会出现了，谁能想到？晚上好呀。是吗？欠一次就二级了，这也太容易了吧！我现在发现了，真的吗？哦，那我可能，哎，我发现我就是经常，就是拿手机，我是这样子拿手机的，就是我会把手机的那个盐卡在我这个手指上，哎，所以说它现在手指导致我的手指它是弯的。我小拇指变形了耶，怎么办？我的小拇指是变形的，它那个是吧？就是这只都没有这么明显，但是这只变形就很严重。我这个屏幕忽暗忽亮的，是吧？就是打游戏打的有一个凹进去的。是肉是什么？我才不，谁不是直女？谁不是？怎么每次都聊了这么奇怪的话题？有点点奇怪。我现在看一下，但是超话主持人是好像你必须要，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才行，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那种管理的身份才行。所以说我就实名认证了，我也认证不了我的那个。也认证不了我的那个超话，哎，我说实话，好像是不是黄威，好像是跟反正跟什么有关，就是你好像要发过帖子，你好像当过管理员，你才能当超话主持人，所以你对，好像是这个样子的。我屏幕忽暗忽亮耶，说实话呢，就是我现在最近这几天很憔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这几天很憔悴，精神不是特别好，真的，精神不是特别好。然后今天你们知道 MC 的时候，你们知道我那个我写的问题是哪一个吗？精神真的不是特别好，我也觉得，哼，对，你们不知道，你们来猜一下哪个是我写的，你们来猜一下，快点，你们来猜一下。不是，好像是五六级就可以了耶，好像是五六级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写的是那个，我写的是，因为当时我要么自己想话题，然后我想不到话题。不是，我写的是一觉睡醒，你发现你登顶了。我写的是一觉睡醒，你发现你登顶了。我写的是这个。然后，但是我已经忘记了我自己的答案。说实话，每次在那儿想要写几个字的时候，我都要掰着手指头在那儿一二三四在那儿算人数。我发现我从一个 MC 的游戏废物，到现在变成了不会那个。到现在变成了不会，就是不会第一轮投出去，真的在补。说实话，在补 MC 了，真的在补。子杰那个我回答的是什么？啊，我回答的是要去全国巡演那个是吧？是吧？就是说呢，就是说，
怎么说呢？给我一个机会，我的进步飞快。哎，谢谢睡觉的奶茶。哎，为什么你进来以后没有那个标啊？是为什么？是吧？我等会儿要加着弹幕再看一遍。哦，原来是这样。哦，把徽章下了，你们就进来就没有那个标了，是吗？那你们快点都去把它给下掉，这个你们进来很难不注意到你们。你们快把那个都给卸下来。哦，就是有什么总选助力，还有那些什么清，还有一些什么八选那种票，原来这种票是可以卸下来的，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哎，我有时候，不是，是你们每次进来很，不是，你们每次进来很难不被注意到，很难不被注意到，没有嫌弃，就是，不是，没有。就是是谁呢？我心里，就是是谁呢？我现在心里就是很清楚，就是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来提醒着我都有谁，知道吗？这就是是谁很清楚，不是？哎呀，你们干什么？我能记住，我跟你们说，我记住的，我最近记住的都不想记住你们了。你们知道我有我。你们知道我的眼睛，我的手真的要断了，你们知道吗？我的真的，我真的记住了，我真的记住了，我甚至能把我的神机列出来。二七，来，我来，第二名是谁呀？等一下，第二名是谁啊？哦，我知道，第二名好像是我的应援会，对，第二名是应援会，然后第三个是三二，对吧？第三个是三二。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下面第四好像我不太记得顺序了，但是神奇的名字，是那个，不是，哎，你不要在这带节奏，下面的那个让我来那个想一下。来，现在在我直播间的，小波鸡对吧？然后小鱼儿，然后还有那个小奥特，然后这三个了吧？三个，然后还有谁呀、啊？等一下，我先来想一下啊。等一下，想一下。哎，我为什么要跟你们玩这种无聊的游戏？我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游戏？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讲出来？就是我才那个，我当然记住了，我是记住了，但是我为什么要向你们证明我记住了？这种东西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他们自己进来，他们就会有那个标，就是我记不住他们的话呢，肯定也是因为他们很久没有来我的那个房间里面了，所以说我才没有记住他们。这个原因是他不在我，你们知道吗？对啊，我刚才让大家撤掉，可是你们就会真的撤吗？你们这么听我的吗？你们如果这么听我的话，你们不是，你们是这么听我话的人吗？不是，不是，这不是借口，这也不是理由。哦，这个样子，在设置里面应该会有吧？设置里面应该会有。我说实话，我今天想去看一下那个加弹幕版的，我一直在数着那个数，一直在数着前面有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一直在这样数。你们，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谢呢？就是不谢也可以，
真的吗？我一直在说，对，我一直在说，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数那个数人数，就是不是要数啊，数那个几个字几个字，啊，现在又加上了，不是有些人要低调吗？他不是说着要低调吗？他怎么？他为什么要加上？不是说要低调吗？哎，这个人为什么是我的总选朱莉？他投过票吗？你加了，你现在有那个总选助力了。有问，就是说可能，不是，礼貌，我很礼貌。是呀，是呀，佳一，你没投过的，真的就很尴尬，是吧？乔治，你怎么不把他再拉来早一点呢？怎么能让他错过总选呢？怎么能让他错过总选这么紧张、刺激、精彩的那个这个夏天呢？我就是。你们是吧？对吧，小川？怎么能这样子？你们真的错过了这个精彩的夏天。说实话，错过了这个八选，没有你们就是你们的遗憾。笑死！总选助力跟那个八选助力不一样，但是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明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九选那个，大家九选看到没有？九选那个就是什么？单推先跑路，然后大家再跟着一起跑路，知道吧？大家明白了吧？懂了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希望那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总选助力，就是他可以一直留着。谢谢大家，真的很懂，大家真的很懂，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就是说，谢谢大家对明年不投，谢谢谢谢。什么？什么？云什么？这个云是那个总选助力的云吗？啊，什么？这么快就要出道吗？我怎么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你们的消息？为什么你们的消息比我们还要灵通？这叫狗牌的话，那你们是什么？如果这是狗牌的话，那你们就是，如果这是狗牌的话，那你们就是海狗，你们知道吗？你们不是海王，你们就是海狗。如果这是狗牌的话，哦，原来这样子。你这个头像呢？你这个头像的狗就很好看，就是玉桂狗。我觉得真的能画成这个样子，真的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太好看了。你们是对，你们不是海王，你们是海狗，你们是海狗，狗不好吗？这狗是骂人吗？狗不是骂人，它狗是夸赞，像楼底下那个狗小花，我都不叫它狗的，我都直接说小花滚啊！我都直接说小花滚啊！赶紧走开啊！就是，我是狗的主人，就是因为那个小花真的，你知道狗有多吓人吗？你们知道狗有多吓人吗？是那个小花真的太吓人了。
我就看到那个楼底下的猫好可爱，然后我就蹲在那里看那个猫，那个猫真的太乖了，就是真的太乖了，太可爱了，真的太可爱了。然后呢，那个小花它看我蹲下来，它就想过来，它就想过来找我，我就很嫌弃的，小花滚啊，什么，就对它们的态度截然不同，真的真的截然不同。我就真的不喜欢狗，因为我被狗咬过。小花哪里可爱？小花可爱在哪里？不，它在我心里它就是不可爱的。怎么可以让我粉丝管？怎么可以让我的粉丝管？哼，就是三个以上的都可以，你们关注三个以上的，你们就是可以变成海狗了。哎，是吧？就是说我那个，就是你们今天看到我的 MC 进步了，就是说明我补档的真的是有，真的是有用的。我补这几天的档就可以让你们肉眼，我没有问你看不看，那你就是海狗中的海狗，就是，是吧？你们肉眼的看到了，你们肉眼的看到了。他们都那个谁，小川来现来是不是？小川今天在现场吗？小川，然后说我进步了，说肉眼可见进步了，说明这是多么飞快的，多么飞快的进步。然后呢，然后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补档，补档真的是有用的，补档真的是有用的。小川他好像没有去现场。但今天那个谁，那个看到了一个人，他去了现场。哦，对呢，怎么就是那位生气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他在，是吧？是吧？我也觉得特别棒。然后今天在那个，哇，你好用功啊！你为什么补的不是 H 的，你补的是 N 的？来说一下。然后我就是。越来越，你们不觉得我就是我，然后我就是补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就补了，哦，是这样子，我就补了各种各样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知识。现在怎么说呢？就是人该怎么说呢？越来越会了，你们知道吗？真是疯狂摄取知识，真的是这样，对，就是懂了很多。就是懂了很多，然后真的越来越有智慧了，真的人就越来越有智慧了。然后呢，然后，不是奇奇怪怪的知识，然后呢，然后就是反正该怎么说呢？太懂了。我现在整个人就是太懂了，真的太懂了。你们或许能发现我的发色有什么变化吗？我的发色又有一点点小的微妙的变化，你们看出来了吗？它为什么在这里又变成黑的了？我染了，我真的又重新染了。你们又真的又看不出来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呢？他跟麻花辫是有区别的，救命啊！真的看不出来吗？我真气死了！我重新又补了蓝色，但是好像看不大出来，但是灯光底下好像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的，灯光底下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的。哎，不是，我滤镜没有打很重，是吧？有一丢丢，是不是有一丢丢的那个？前面标记是因为他们那个总选投票了才有的，是吧？是说这个标记吧？对，但现在很遗憾没有了，很遗憾没有了，唉，唉。
不是字那就没有了呀。哎，你们知道我想开一个灯，我想开一个落日灯，我去那个，我去开个灯，我开个那个落日灯。不是自动的，是有各种活动吧？张思云的包还在我这儿耶。好像在这边开不了耶。有油门，这里可以开。就是说，你们现在能发现它是开了灯的效果吗？然后我现在再坐过来，就是说没有效果。我的，就是说现在有效果吗？然后现在有效果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效果。就是说没有太多效果，然后现在就是我把它给。我怎么样才能让它稍微有点效果呢？我把它给拽过来吧。哎，为什么不亮了？哎，不会停电了吧？完蛋了，停电了！停电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停电了？哦，没有。怎么回事？是哪一根线不稳吗？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光就是这样子好一点吗？这样子。哦，对哦，是哦，是哦，是哦，灯还是亮的，然后就是等于说是没有那个，等于说没有停电，我真的以为停电了。这好像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日落的效果。然后我最近就是有狠狠的那个，没有蛋黄酥，哦，好像是有蛋黄酥，不是蛋黄酥，是那种蛋黄卷。不能关大灯呀，关大灯那还，那我关个大灯试一试。但这后面有点太暗了呀。等一下，我这边好像是，它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那个蛋黄酥，你们知道吗？然后我现在整个人在这里，真的吗？然后对，我最近学到的一个那个，学到的一个新词，然后我现在真的要移动一下它的位置。它为什么？就是说它现在像什么？它现在像蛋黄酥，但是因为它这个线不够长哎，它这线不够长，只能放在这里，放在这儿。就是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词，叫什么呢？就是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啊，不是新的词，就是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那个，就是，啊，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就是，要再往后移一点吗？你们听我说话好累哦。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面对你们的我。就是懂吗？面对你们的我，就是比如说我在这样子，然后认真在跟你们讲话，然后不是，比如很认真现在在跟你们讲话，就是对，面对你们的我，这个灯，我把这边往这边移一点。这样会不会好一点？不可以把我那个乱糟糟的衣柜露出来。就是好比这样，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
如果我要是很，就是我很真诚的在跟你们讲话，如果你们不认识我，然后呢，我现在在很真诚的跟你们讲话，你们跟你们讲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会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严肃，我觉得我这个人非常的真诚，懂吗？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真实的我，就真实的本来的我自己，然后再跟你们讲话的话呢，就是我平时的样子，那个就是真实的我自己，可能呢就是会有人，或有人不喜欢，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就是之前会有人说我，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你，反而你在那么真实的做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是有一些那个的，不是营业版本和不营业版本，就是，是好像面对你们的时候。该怎么说呢？你们怎么老是纠结落日灯这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在讲什么？不是压抑，就是好像是你在，不是正经跟不正经，不是这个，不是正经或跟不正经，就是他是。对，是说对了，就这里，就是其实在这里，人设好像真的要比真实的你要重要。就好像我在做我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可能你没有那么深奥呢，小 A，就是好像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徽章到底在哪里，现在不重要，先不要听我，先不要讲这个徽章的事情。就好像如果我是真的做最真实的我自己，可能时间长了，我在讲任何一些话的时候，你们都觉得我在开玩笑，因为觉得他平时就是这样，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呢，但是你就是要在做，但是你不可能伪装成其，就是你不可能伪装成另外一个人，比如说这样子。比如我现在在很真诚的跟你们讲，不是很真诚的跟你们讲话，就在很严肃、很认真的，就很正能量、很热血，或者是那种就是，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我的直播间，然后就干各种各样各样的，然后呢，每一个你们的那个留言我都读一遍，然后各种各样的，就这种巴拉巴拉，就是大家好，不是真实的我，就真实的我其实就是平时在跟你们直播，对，就是真实的我，就是平时在直播间跟你们直播的我，那才是真实的我，就是那样子的我才是真实的我。但是好像你，但是如果是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外汇角就是有跟吴老师他讲过，他说这样子，他说你，他说我们熟悉你的人，他说我们知道这样，就是。他熟悉你的人，他知道你就是这样性格的人。但是如果是一个路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他点进来的话，他可能拒绝你这个人，观感不是很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话也很对，他有时候是个很清醒的人，他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很清醒的，我觉得他讲的也对。但是我又不可能放弃自己，就是最真实的样子，就是我平时在跟你们讲话，我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样，就是。你可能就是再多那种，像我丢了手机啊，可能有些人他就会觉得丢了手机是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丢了手机以后，我去那个做那个去那个警察，就是去那个哎，警察叫什么？警局哦，去警局找警察做那个什么笔录还是什么录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看那个好玩的那个印章好玩，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在上纸上面点那个印章，就是什么事情感觉就是很无所谓的那种，就是无论怎么样都要让自己快乐一点。但这个我才是真的我，但是你不可以，对，就是好像我的，就是要变化，因为你现在你好像你面对的，就是你可能你以后要面对的人更多。就是怎么样在做最真实的你的时候，然后那么一丢丢的加那么一丢丢的变化，加那么一丢丢的变化，就是也不是粉丝面前能做最真实的你，就是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大环境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不可能去做真实的你自己。就像我一开始会觉得，对那个就是新人，他不需要就是这么苛刻，但事实上我带的队，他不允许我不去进步，就是。而且我真的觉得你的进步，你的付出，大家其实是能够看见的。就如果我今天，谢谢猪猪的梳子，对，是改变了之前自己很多的想法。就是如果今天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有很多粉丝，然后我的排名也很高，然后呢可能我在这个样子，大家会觉得你真性情，就觉得哇，他在站在了一个这么高的位置，他还在做真实自己，然后人也很有趣。但是可能如果我是我在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再做真实的自己的话，可能就会让就是给大家传递不到，就是就可能会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观感的话就不是很，就是不是很好，最起码大家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以说才会之前会有人说我，就是用一些我很讨厌的词来说我，就我真的很讨厌绿茶这个词，说实话真的很讨厌这个词，也很讨厌作这个词，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好像给大家的观感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不是最近悟到这件事情了吗，就是我也是自己补档以后啊，干嘛各种各样的地方发现，好像真的有时候适当的人设会增加你这个人的魅力，而不是就是，但是你要是真的做自己的话，就好像也是会被说的，就真的是会被说的。就是说实话我想不通，说实话想不通怎么会就是有人花钱去教一个人就是怎么样。这个灯看得我有点难受，这样会好一点。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就是哎，没关系，这个事情吧不提。真的吗？是什么意思啊？是在这里就是不白了吗？对，就是啊，我知道了，就可以与其说是吗？很粉吗？现在很粉吗？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谢谢这个。这是什么啊，字节粉丝的香水啊，是这个样子吗？就好像大环境在这里不能不去改变，你好像你现在还没有很多的，就是我有在认真补档啊，所以说 MC 的时候才会那个呀。我很聪明的好不好，我很聪明的，我哪里笨，我笨在哪里，你们一天天老说我笨是吧，聪明，真的很聪明，机智，你看这才补了这么一点点档就已经这么厉害了，真的非常不错，很不错，对，最聪明的就是我。应该要比你那个头像上面的狗要聪明。你们说我聪明啊，你们明明说我是憨。什么时候能哎，什么时候你们要是能说我聪明就好了。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补了这么多档是白补的吗？说实话是白补的吗？不是。我不憨呢，说实话一点都不憨。
一点都不，从不含。最好你们最好以后都是一直夸我聪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最好一直都夸我聪明。正好是我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就是氛围感，你们知道吗？就是氛围感，就是偶像其实有时候好像是，因为我最近也在就是补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知识啊干嘛的，好像就是觉得偶像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氛围感的，就是知道吧，我悟了，友友们，就是说我进团四个月了吧，有四个月了吗？100出到100多天了，友友们，我终于悟了，我终于知道该怎么，慢慢的知道该怎么当一个小偶像了。对，就好像是，就是需要氛围感的。对，是有时候是要带着一点萌感，带着一点氛围感的，你不能去完全真实的做你自己。但是这不代表你就是要，你就必须要，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装，因为你在这种大环境底下，你装得了一天，你装不了一辈子。不是，也不是距离产生美，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这样子，我可以是那种，就是，对，装不久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一个很来先要来这第一种是那种很热血很正直的那种，然后呢现在我跟你们然后就是很正直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很正能量，然后现在跟你们讲话可能就是现在还曝光吗，然后可能就是对了，是这样子控制一下那个跟屏幕的距离是吗？原来是这样，然后就是谢谢王子杰的不是，这说真的好奇怪，好，我当不了一个正直热血人了，这个先撤掉，谢谢这个王粉丝的，谢谢这个王粉丝的星空耳坠，谢谢你，对，不是，也不是泛指他一个人，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是这样子，比如说这样跟你讲话，什么杰胜 CP 呀、啊？救命救命！我真的不想什么，什么为什么想退出呀？别，不是为什么想退出？就是，哎，不是你们让我装一下好不好？你们让我装一下，对，就十秒钟好，先装这个十秒，来，先十秒。哎，为什么准备静音啊？干什么？为什么准备静音？为什么？谢谢夫斯基的奶茶。救命！好救命！好救命！那谢谢，不是，我真的要笑死了，我真的笑死了，哎，干什么？我装一下还不能装吗？就是我装一下还不能，你们干嘛要打我？不是，好了，我闭麦。谢谢猪猪的耳坠，晚上好呀。就是该怎么说，就是好像补了一些档，就是不是那个，就是好像就是其实对，其实有一些东西吧，就是可能你有一个这样子的点，比如说你想到这个人，他很正直，很热血，他很嗲，然后这样的点就是更加的，谢谢雨化成的浩瀚星海。等一下，不行，我装不下去了。
好，我正常一些。现在羽化成的浩瀚星海，不是，就是好像你有一个点，就是哪怕你再不喜欢，但是你有这么一个点，都可以让别人快速的记住你。就这样子的话，能够让别人更加快速记住你，其实对你自己当偶像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就是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并且就是好像各种各样的例子告诉我，这样子是。但这不是一件坏事，它就是会让别人有记忆点。就像其实吴老师也跟我讲过，他说因为你是学古典舞的，真的当时你们知道，就是老师跟那个同期，他们都觉得我会分到 N 队，因为他们觉得我的风格还是说就各种各样，他们都觉得很适合 N 队。然后但是，咦？你这个 ID，说实话很难不让你记住。其实粉丝也是这样，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名字或者干嘛，你就可以让别人快速记住你。然后呢，然后他就会觉得你本来就是古典舞的。他说如果你给就是你，你可能你会，不是因为他 N 队之前的舞蹈偏向于。古风一点吧，之前的那套功也是这样子的。然后不是，别这样说，别说好不好？别，是因为他之前那套功也是偏古风一点。然后如果就是可能就是我现在可能如果喜欢各种各样古风的衣服，然后也都是很文艺，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往古风那方面靠的话，可能这就是你一个点，就是好像会让别人快速的记住你。但是该怎么说呢？但是该怎么说呢？该怎么说呢？但是那不是真的我，就是你，有些东西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你跟粉丝就是，不说天天见面吧，就是我是喜欢古风，但是没有喜欢到那种我可以天天就是喜欢天天穿着它的那种。然后，金工也好，确实很多人说不好看，不是，就好像你有一个点。对于新人来说，你好像有一个点可以让别人快速记住你，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就是反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但是呢，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你真的你装得了一时，你可能你装不了，就是因为你跟粉丝不说天天见面，但是你一星期也都可以见很，就是你。又有距离，但是又没有距离的去，可以去观察你，去关注你。你有些性格就是，对吧？就是你们懂了吗？虽然我不太会说，但是你们懂了吗？就是你们懂了吗？对吧？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就觉得真实自己很重要。就真实自己真的很重要，但是现在你在的位置，你不可能完全去做你真实自己。你第一要想的还是让，就是，还是要让，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你，去注意到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才能让更多人去记住你？就是我觉得这里很残忍的一点就是。该怎么说呢？我真的悟了，真的悟了。你们家想听这个吗？你们或许你们想听这个吗？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就讲得有点深奥，也不是很深奥，就是该怎么说呢？就这里让我感觉到最，他就是，
他就是会让我们，哦对啊，也是啊，你们都比我懂系列，你们肯定要比我懂，哼，是呢，是哦，是哦，就是，哦是啊，那你们肯定比我懂哎，我还在这问你们懂不懂，但是我感觉到最现实一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嗯，就是大家好像都在说这总选没有用，说那些排名干嘛没有用，但是最让我感觉到差异的，就是让我感觉到真的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啊，那一票根本就不重要，但其实我现在就给我感觉就是可能一票真的就是那一票都是可能你会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就是该怎么说呢？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一个大的那个体育馆排练的时候，平时我们大家上公演，我们讲 MC，我们在跳舞，就是感觉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可是你知道在那种体育馆的时候，第1名跟前7名他们站在哪里？那个时候你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就是你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真的不是你自己。你的每一个，他记不住你这么多人的名字的。你那个名字就贴在这里，你的大名字贴在这里。然后无论你排名高还是低，可能你排名前七还好，你排名哪怕是圈里的，哪怕是你进了48名的，你可能你的名字都不是名字，它只是一个数字。来这边，多少名到多少名的，在这一堆，然后这边多少多少名的站在这一堆，就是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姓名的，你只有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你的数字就是代表了你这一年就是一年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对，就是还有一个比较那个的就是。就是怎么说，投票可能没有用，但是不投票是永远没有用。就是那一刻真的让我感觉到了，你没有属于自己名字的，你哪怕是进了圈的，你的名字好像都是这边多少多少名的，来十几到三十几的站在这一堆，三十几到四十几的站在这一堆，你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那后面的人更惨，真的后就是。后面的人更惨，后面的像我们，就我们新来还好，就我们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但是真的是更后面的人，他们就是更后面的人，他们就是像我们站在最后面，就是来所有人，就是我们包括在所有人里面，不是麻木，就是你这个人，你包括在所有人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那边，然后大家会就是在那个化妆嘛，然后做造型，因为人很多，但是这个是能理解，这个真的能理解，肯定要先紧着前面的人做，然后就是可能大家明明是自己排好了队，然后因为我特别幸运的是，就是为什么说我自己特别幸运呢？就是刚好那个人他。我刚去的时候，那个姐姐就在，就是她旁边没有人，她就在给我做头发。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可能做的特别好的姐姐，所有人都在找那个人排队，因为我们当时有很多姐姐，那个人就很好，就是找她排队。就是因为但是快要上场了，因为会有很多采访那种环节，快要上场了，就是不会会，就是不会感觉到是。不是，就是突然突如其来的感慨，就是他们不会按照你自己排好的那个排好的队去给你做头发了，他直接那边的助理姐姐就会说，他说哎不要让他们排了，说那个不是那个没有排名的，说头发随便做一做就好了，说先让他们前面的赶紧做了，做了要出去了，哎不是也不是破防，没有破防，只是提到了这个事情。
我最近也有了新的理解，就是因为也补了很多档，就是补了很多那种知识，就是是知道它是正常的，但是它怎么讲也挺无可奈何的，可能在今天这个灯光底下就是想讲这些东西，因为好像觉得我平时也不会去这样子去讲这么多，感觉平常跟大家就是聊一些其他的更多一点，也不会讲到这么多，但是啊对，就是不只是四八这样子吧，但是可能在这里面他更残酷的是他人更多，他注视着你的人更多，就是他注视你的人更多，他竞争更大，他每一年他都会有新的人来，就像马上新的人又要出道一样，就是人更多，他竞争更大，而且对对，就是显得自己你很小，谢谢福斯基的Roy，就是显得你人很小，然后源源不断的人涌进来，然后不是倒不是这个，倒不是因为你们一直在说这个我才就是确实也是突然就是想到了这些，也确实是突然想到了这些，就是还有就会觉得因为这里不一样的是我刚才想讲什么我又忘记了，等一下我又忘记了我刚才想讲什么，好累啊，我刚才想讲什么，等一下我刚才想讲什么来着，等一下，就是说现在空气是突然凝固，忘记了我要讲什么啊，卡了吗？现在还卡吗？不是，我好像真的忘记了，等一下，我好像真的忘记了，我真的忘记，哦，可能网有点不太好，还卡吗？这样应该不卡了吧？就是，嗯，可能，但是我这边信号是满的，就是，但这边不一样，跟外面不一样的是，这边有更多的人注视你，就是你们懂吗？就是资本太无情了，就是这边跟外面不一样的就是，这边有更多人会注视你。你知道当时，就像我坐大巴车，我当时第一件想到的事情不是说，哎，我坐大巴车了，怎么我坐了？我当时第一想到的事情反而是，我就觉得，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觉得大家的钱打水漂了，就是因为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新人神七是真的做了，就是那个时候新人神七是有生日公演的，我就当时就会觉得如果有个生日公演的话，谢谢小混蛋的玫瑰花。我当时觉得如果生日公演的话，让更多人看到我，现在的人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的辛苦，当时我做了，是啊是呀，很难以置信吧，说实话我到最后一刻我都不觉得自己会做，没有人能想到我做了，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你们怎么才知道，就是包括我的同期，对，就是现在只能看进去了，真的只能看进去了。哦，是新粉不知道也正常。他就是他同期生，他们之前没有一个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会做，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们都在说不可能，他说你不可能，然后。
然后没有想过，自己都没有想到，然后再做了。但其实当时真的坐上去，真的在想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想的是大家的钱打水漂了。我当时就在想，哎呀，自己这么争气，就在想自己这么争气，就是大家花那个钱多少，就是无论是花多还是花少，他们那个钱就是你们的钱。我想大家在底下留言的都是给我投的票的啊，还有些新粉啊，新粉还有些新粉，就是无论多少，我就觉得大家的钱是拿去干什么不好，然后就觉得是浪费了。真的，我觉得没有到那个位置坐大巴车真的是浪费了，就是很懊恼，当时那一刻真的很懊恼，真的很懊恼。他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在给你画饼，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只能跟着他那个饼走。就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哪怕就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坐了大巴车的，你2000票跟你的2000票跟3000票肯定不一样，你3000票跟5000票不一样，5000票跟6000票不一样，6000票跟8000票不一样。那你要是没有坐大巴车呢，你148跟你13几跟你12几就是都不一样。就是哪怕多出来那一票可能都不一样，就是对后面可能大家对你的态度啊，或者对你的干嘛都不一样。最后是多少票？最后好像是7000多还是8000多，就是很沉重吧，这个话题很沉重吧。就是所以说我当时真的坐上以后我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说我赶紧立刻，但是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哎呀，大家钱好像白费了，我第一反应赶紧先安慰大家，然后回来直播的时候永远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今天好像是第一天提到这个事情，今天好像是第一天提到。哎，这个灯一打好像真的整个氛围不一样，因为好像是一直以来就是不想让大家在，因为总选没有一个人，真的没有一个粉丝是开心的，我觉得就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然后啊，那就不提了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可能自己对自己太苛刻了吧。啊，真的吗？但是怎么讲呢，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说啊，一票两票没有用，拯救不了一个人。但其实一票两票他可能对那一个人他都是就是。哎，谁给我发个信息，等会儿看一下。啊，是吗？卡了吗？卡了吗？不会吧，不会我又卡了吧，不会我又卡了吧。啊，现在好了吧，现在好了吧，现在好了吧。等一下哦，好了吧，好，好了就好。哎呀，来接着放歌。就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因为这些事情你会怀疑自己。不是不没有没有很那个，但是正好是聊到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总选结束以后好像我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就是跟大家聊过这么沉重的话题，因为好像一直在回避这种话题。就今天也是就是也是在，因为最近补了很多档，也在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讲。对，
一直没讲。金曲，说实话，坦白说，那个其实有来问过我，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金曲今年，他说我们大家也会努力的。他说无论什么歌，只要能给你评上，他说你就上。我说好，我只要有歌，我不挑。就是，其实你是能明显感觉到，对你的，就是对你的变化。对，真的，今年能有舞台，金曲能有舞台，就是能有舞台上，我不挑。就是该怎么说呢？谢谢小 A 的奶茶。就是在没有出道之前，该怎么说呢？就是老师也说，他说你不是分到 S 就是 H 队，他说因为就是他说有小道消息说，他说你不是分到 S 就是分到 H 队，就是说对你是，就是说也是重视的，就是觉得你不错。然后出道以后吧，可能就是我们也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就是发现嘛也不是很好。我是不太敢说这种话。好，不说了。不说了，好像就是你，你被重视的时候你是开心的，但是当你成绩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等会儿把直播删了，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到各处去说。因为在这个队里，但是其实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没有很紧张。但是我转那个话筒，其实是有时候自己就是习惯性的，然后他们弹幕就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紧张？但其实有时候还好，但是你要说没有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队真的太火了，你懂吗？就是，是的，真的是这样。就是怎么说，我是在那种就是一会儿紧张，然后一会儿又很放松，然后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很放松那种，就是。唉，怎么说呢，现在其实大家光说着养成，但是我觉得从公司到粉丝，大家好像没有大家没有就是很包容在养成了，对，包容性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包括公司也是，其实他也都是在找半成品。对，你正好你在这个队里面更没有养成这么一说，吵的人太多了，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和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我只是觉得，但是大家不要，就是年龄这个东西，它不是。好，我等会儿把它给删了。谢谢冯小胖的浩瀚星海。就是该怎么说呢？
是有落差的，你们懂吗？就是好像是你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这个劲儿是有落差的，好像对你是有期望的，就是对你是有期望的，也是想把你分到很好的队伍里面，但是好像后面发现你，就是你好像你并没有怎么怎么样，然后成绩也不是他们想看到的。谢谢小林的巧克力，就是自己，就是反而是在补了这么多档以后，你明白了一些偶像这种东西。谢谢猪猪的浩瀚星海，谢谢猪猪。就是你是唉，就是该怎么讲，是有的，真的是有的。而且该怎么说呢，就是不得不说当时给我选的两个队也跟我的风格不像，但是当时我社死风格又不缺人，就是该怎么讲呢，自己心里真的是有落差的。当你越哎呀，我就很怕你们看了直播以后心情会很不好，因为我觉得看完公演大家很快乐，打开直播也是想哎每天很快乐然后再睡觉，然后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是别抑郁，别抑郁，别这样，就是我肯定会自己就是发现，就是应该也不算是粉丝焦灼人吧，就是该怎么说呢，怎么突然一下就是这么伤感，突然一下这么伤感。好，没事，我们换话题吧，就是换个话题，会吗？那如果现在晚上的话，你们应该很抑郁，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真的会给自己压力。我以前真的不明白，我说当偶像，我说当偶像有什么压力？我说每周就固定的几天公演，你平时也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也是第一次，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就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就是总选之后算是面对这件事情吧，然后呢，就好像就觉得。你可以做自己你可以很开心的，就是但每天确实是很开心，但是开心是开心，但是也有很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每天固定的就几场公演，你平时的时候你可以跳舞，你可以唱歌，然后该怎么说呢，就是哪有那么多压力啊，没有那么多压力的，就是会有粉丝，就是他关注你，关心你，你们一起，然后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多呀。但是正是因为有大家的关注，所以说才会更压力更大。对，就是你起跑，你没有跑好，你可能你在一场比赛当中，你一张牌。第一张牌你没有打好，你后面我就怕会很困难。好，不讲这个，停止这个话题，就是很怕，
很怕大家的，就很怕会，就是很怕大家的会也会，就是大家的期望也会落空，很怕大家现在付出的感情，很怕大家付出的感情，就是也那个那句话叫怎么说？叫付什么东流？叫付什么东流？东流来着？哎呀，我没那个呢，我要是能上金曲，我什么前辈什么歌都可以。哦，对对，叫什么？对，付诸东流，是这样子。好了，换话题，换话题。说实话 ，rap 这个东西，对，结束就结束了，也算是今天，也算是今天，就是总结了一下吧。今天正好是20场，然后总结一下。是的，今天天气不错。哎呀，没学呢 ，rap 太难了，一直都没学呢，太难了。哎，干嘛一聊这种话题，你们就忽然不困了？好，上一个话题彻底跳过，不听了，听了你们又笑我。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有 rap 这个天分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什么？在隔壁说我什么？我来找他连麦了，他说我什么了？哎，我在想的是要不要尝试一下写歌呢，就是在尝试这个，也可能是让我那个啊，我有一次在那个，当时是在那个，当时去哪儿，然后呢，当时在那个机场，然后我就拿那个备忘录。嗯，张诗芸教的，不是啊，不是张诗芸教的呀。写词，我还不会写曲。嗯，那不是，还没有见过周周前辈呢，还没有见过这个前辈，但是之前我看中了一条裙子，然后当时想买的。然后后面发现周周前辈穿在他的身上，然后我就没敢买，就是因为我正好是那天刷到了那个抖音，然后正好刷到抖音刷到他那个，然后发现那条裙子穿在他的身上，然后就没买，幸好没有好吗？不然真的一整个尬死，一整个尬住，对，突然放弃购物。就是不是一次这样子，然后之前还看着一条裙子，然后呢，然后发现那条裙子那个圆在那个飞行员前辈，就圆圆前辈身上，那条裙子是他的，然后穿在了袁一奇前辈的身上，然后呢后面也就没有买，就是该怎么说，就这个都还好，咱们红裙子还好，如果我在想真的是嗯。我穿上那条裙子，就是跟周周前辈一样的裙子，我真的一整个尬死，你知道吗？我哪天上公演的时候一整个尬死，真的很尴尬。就是说，对，如果要到我们队的公演上班的话，真的很尴尬。啊，真的1点了耶！哇，不知不觉我们聊到了这么久，但是怎么讲，每次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很上头的时候，就特别不想结束。是吗？又卡了吗？哎，这边人真的都太高了，说实话真的太高了。啊，又卡了吗？卡了吗？卡了吗？嗯，好了吧，现在好了吧。不会了，应该不会把我的直播给逼掉吧。我们还没有讲那么露骨的吧。好了吧，现在应该好了。嗯，我等会儿结束了就把这个直播给删掉。
好，我一定记得删。等会儿下了直播，先把它给删掉，不会强制中断吧？然后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了？我们几点下呢？我们20下怎么样？20下，大家待会儿感觉大家都困了。哎，熬夜真的变成了常态，我现在发现了，就是本来你不想熬夜的，但是你都被逼，就是被逼的一定会熬夜。哦，哇，我等会儿就是尽量早点休息，能早休息就早休息，对吧？这是现在我学会了，很困，我现在沾床就睡，真的沾床就睡。沾床就睡，就是怎么说呢？我1点钟在房间里发早，怎么了嘛？1点钟是我最后的倔强，真的是我最后的倔强。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晚睡，一天睡得比一天晚，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真的不知道。但是感觉我越晚睡精神越好。哦，也没有，毕竟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说我晚睡，然后我晚睡就是我非常憔悴。哪里羡慕？你知道张思雨今天还说，他说。对呀、啊，就是晚睡，然后就很晚，就晚起啊，他就那个呀、啊。张诗芸今天还说，我要是你，我都不从之前的歌舞团里面出来，因为时差真的，我现在越来越晚睡，真的越来越晚睡。就是谁能想到呢？当偶像以后，就是放弃之前的一切，然后在这里再来这里当偶像。第一件后悔的事情，竟然是晚睡觉，就是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这个。但是我晚睡，我也不玩游戏，我就在那刷，就是抖音。你知道我《甄嬛传》看了无数遍，每次刷到还会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看东西，都是看东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就是在看东西，就真的不玩游戏。说实话，你比如说2、3点这种时候，你打游戏你是打不进去的，你是玩不进去游戏的，你是真的玩不进去游戏的。你会觉得游戏就是你脑袋疼。江玉燕那个我会看那个耶。哎，我今天还说呢，我说今天五星连珠，哎，今天五星连珠，今天就可以穿越了。今天五星连珠可以穿越，但是我现在不打王者了。啊，什么？真的吗？是因为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 MC 后面没讲下去了？我怕我那个了。就是我一直认为，我一直觉得我跑调了，不是我那个了，我走就是我跑题了，我一直觉得我跑题了。然后哎，我在那儿讲着讲着不对劲儿，哎，我在那儿自我怀疑，哎，我是跑题了吗？啊，真的吗？那我下次注意一下，下次注意一下，下次要好好注意一下。他哪里像明世隐？他不是特别像明世隐。好的，那我会注意一下的。那我注意一下。他不像明世隐啊，他像什么呢？让我来想一下。他好像，他什么都不太像。他什么都不太像。
哎，这个，你知道他那天的发型才搞笑，那个张玉明那天的发型搞，他那个总选那天的发型才搞笑，他扎了一个那个马尾，然后他这边那么多头发，我说他像电击小子，你们知道吗？我说他像电击小子。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是这样的人，你还说我？我们这样的人都很，就是很宝贵，你们知道吗？他真的，他那天真的像电击小子。但是后面他幸好他加了个眼镜，他把那个发型改了一下。等一下，这个东方树叶，他是我给他画头像的那个东方树叶吗？把他熬走的是什么意思？他现在下了吗？他现在下了吗？他那天不错。什么？他等我？他等我干什么？哦哦。啊，是吗？那我们要不现在下，还是说等到20呢？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你们很困吗？我是想等到20的，因为我跟你们说的是20。Hello 呀，Hello 宝贝 ，Hello 宝贝，好吧，那就20，那就20。好，我那个20下，然后20下完以后你来找我吧，好吗？20下完以后你来找我，好吗？好吗？我为什么歌好奇怪？为什么歌它没有那个了？为什么歌它没有声音了？它现在一片寂静，我现在的那个房间里面一片寂静。我把那个再开一下。喜新厌旧怎么会突然放了这首歌？好啦，这首歌单呢，差不多都是这种类型的歌曲。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脏辫呢是这个样子，脏辫这样。你们能看到吗？这是一个。一个，两个，然后三个，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它是三根嘛，是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正好是三个，三个辫子。那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只有底下有碎碎。啊，真的吗？今天自拍吗？哦，对，可能是没有把半边刘海给弄上去。今天所以说你在现场，其实你不在现场，对不对？对，你不在现场，是的。那好吧，那我看一下要不要自拍几张，我要不要自拍几张？确实是，也是很久没有自拍了，也确实很久没有自拍了。我争取努力一下，然后拍一拍。哦，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就是我每次搜我自己的名字，哦，我说为什么今天我搜自己的名字，我那个微博号它就放在了第一个，因为我实名认证了，就很尴尬，真的很尴尬，它就实名认证了，它就在那儿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实名认证以后它就会，你搜张冉它就会弹出来，你们知道吗？真的说实话有点尴尬，真的有点尴尬。那等会儿就拍拍呗，反正我一时半会儿呢我也睡不着，等会儿呢也不知道长安要过来跟我讲什么。半永久，你们太贪心了吧，就是说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嘛，他跟我平时他跟我平时有什么区别吗？他没有任何区别。
说实话，如果我头发再蓝一点就好了，真的，我头发要是再蓝一点点就好了。刘海最近确实是不打算放的，那放，哎，放弃半边刘海就会，就人就秃了，你知道吗？人就秃了，不可以，真的不可以，这是不被允许的。你们以后吧，就是就侧面看看，侧面看看刘海就好了。侧面看看就好了。我们就说到二十就到二十嘛，好吧，说到二十。头发多吗？哎，头发不是很多呢。我要是再熬夜啊，头发真的就没有了，真的就没有了。我头发主要是软，就是很软，就所以说会就会显得很塌。是吗？这可能是假象吧。可能是假象，看着多一点点，一丢丢，多那么一丢丢，但是涂了发际线粉的，也是不必要这么实诚。然后我现在19，就是。马上就要到二十了，好，现在到二十了。刘海呢，怎么说呢，其实现在就可以留，但是没有怎么太那个。好了，拜拜。小波鸡终于说话了，你今天为什么玻璃心了？为什么你不是走的时候好好的跟我讲要拍易拉宝吗？嗯，为什么刚才有人来告状说你玻璃心了？我怎么了？是我今天的脏辫不明显，所以说你玻璃心了吗？早知道就不给你组那个 CP 玻璃心了。哈，所以说你这次没有来是吗？是我的脏辫不明显吗？哈，真的拜拜。小波鸡不说话，你就一直没有说话，从开始到现在你都不说话，怎么了嘛？怎么了嘛？到底怎么了？气死我了。不是，是我要拜拜了，他说一个拜拜。我今天还在找你呢，你都没有看到我。我在说那个谁，小波鸡。到底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是我击掌的时候又是太重了呗，懂了呗，然后让你玻璃心了呗。我今天已经很轻了。都怪他，你们快点去说他，都是因为他又发了这些。好了，懂了呗，巴巴了呗，懂了呗。哼，好，就这样，拜拜，大家拜拜。我等会儿把直播删掉，拜拜。好的，大家拜拜，今天晚安，好的，会删直播了，大家拜拜，晚安，不许生气了，不许玻璃心了，拜拜，你快，你给我发个方法，告诉我因为什么，到底因为什么你玻璃心了，好了，就这样，拜拜。